现在是早上10:09，今天出门工作。今天穿的衣服是老张给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姜黄色，然后配这个暗红色的领子，好像很便宜。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他的店里去下单。我已经到药后的办公室了，他们都没到，他们这些不守时的人。在我等了35分钟之后，他们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工作餐，他们给他起名字叫做满汉全席。这是你的，拿走吃。谢谢老板。我带大家参观一下优厚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是1:30，然后我们终于化完妆，然后吃完饭要出门了。主要是他要化妆，他化了个屁嘞！太不怕，现在不允许了。好好好，我现在在逛街，因为我朋友过段时间要结婚，着装要求是要穿正装，然后我根本无法想象我穿正装的样子，所以我决定要去我最爱的品牌圣罗兰看一眼有没有特别好看的西装外套，准备买一件。现在我们到了我要逛的地方，然后试一下西装。待会儿见。您要靠西的还是单膝的？好，那您稍等啊。要出去吗？现在不用。哎，好的，您先外面看一下，我帮您找一下啊。怎么感觉没看到几件西装？对啊，西装的。我拿了几件给你看。I said it before and I'll say it again. Life moves pretty fast. 这件我比较普通是吗？对，好，那就还是穿的比较适合你。我想试这个，哪个呀？这个那您去试吧，这个正好是您的吧。这个好好看。他们要求是正装，然后有粉色和蓝色的元素在里面，刚好这个比较凉快，是像那种叫雪纺。开心，我觉得今天的任务可以完成。任务完成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了。我们现在去吃东西，然后吃完饭我就要去看好妹妹的演唱会。我觉得我今天穿的特别不适合去看他们，想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就回家换个衣服，如果来不及的话就只好这样去了。但是他们那边估计喜欢他们的都是那种文艺到骨髓的人，所以说可能会给我吓到。我发现一个蛮好看的地方，然后感觉我进来看一下吧。哎，它里面好多相机，然后还有云彩的装置。你们这里是什么干嘛的？哦，就只是在这拍照是吗？拍的就是，哦，是拍这种。不要拍，这个不能修脸，我放弃了。然后应该是这样，我去吧。这样就可以的。我觉得时间有点来不及了，然后就吃一碗拉面，赶快要冲过去了。我进来喽。好，这边是看台，你想在那边，这是我的位置，3排5座。你好，前区怎么进啊？3号走这边，3号走这边。哦，3号。这边走。哦，好，谢谢。3号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吗？你去拿吧。哎，我们又不好帮你放水。好，谢谢谢谢。然后现在是内场，我要进来了，应该算是最中间了吧，弥补了我上次的遗憾。然后现在，要等一会儿他们。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我没有什么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真的是这么说，起唱好吗？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想以为，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你懂两小无猜，一面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你梦也是竹马青梅，笑无彩也相随，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想以为。今天是我连续第三天出门，我好累，我累垮了。然后和我的几个朋友现在一起去参加一个日本品牌的快闪店。光特别好，光特别好，真的耶，对吧？六六年轻了10岁，大家看不出他已经45了吧？我看见了，我看了，好看。他们说晚上要去蹦迪，所以我就先回家休息一会儿，然后等到晚上差不多10:30的时候再出来。看他今天买的新的项链，我想要，可是只有一个。今晚我要把他灌醉，然后把他的项链，是不是还蛮可爱的？
然后疯了，然后我现在要和我朋友去看电影，我们有点来不及了，然后因为堵车很严重，可能去看电影节的人太多了，然后我们两个骑着自行车，然后奔驰在上海的街头。苏达，我们来喽，邻座的怪同学。我们现在看完电影来吃饭，来一家需要有密码暗格的餐厅。不知道我是死鬼，可不可以按对密码？哎，是谁对了？我对。OK。他还在冒泡。这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两个每次在一起吃饭都会点空心菜，看起来好好。我点了他们家的推荐菜三口饭，真的就只有三口，哎，真的就只有三口，我要生气了。他们家推荐的提拉米苏在一个很大的杯子里面，是不是超好吃的？连底都吃光了。那我走了，宝宝，拜拜，拜拜，拜拜。哎呦，这位先生，我帮你看。